我叫陈少琪，大家叫我陈阿姨或者陈奶奶。2008年来到北京，除了做家务事以后嘛，业余时间都在七九八当导览员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顺着这个方向，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67岁，我就是坚持从第一个展就开始讲故事。你可以在现场引起大家的共鸣，这点很重要，不然大家会总觉得当代艺术离他很遥远。那在我身上不遥远，在你们身上更不遥远。我的梦想是把艺术带来的力量传达给更多的人，让所有的人生活更加美好。